日就同大家講下去滾軸溜冰應該著啲乜嘢嘅裝束先啱嘅。咁其實滾軸溜冰同做普通運動一樣，都係應該著啲舒適、透氣同索汗嘅衫嘅。而褲方面咧，著翻普通運動褲就 OK 噶啦。最好就唔好著啲衫咧，會有好多嘢楞住，會有好多嘢吊住咁樣啦，因為咁樣會好容易影響到我哋嘅活動噶喎。咁而褲方面咧，最好就唔好著牛仔褲，咁一樣啦，都係驚會阻住我哋嘅活動嘅。咁其實去滾軸溜冰嘅時候咧，最緊要著嘅衫都係舒適同安全就得噶啦。